欢迎第五位选手林更新加入密室挑战。四位，想要救出林更新，你们需要通力合作，拿到铁笼上方的钥匙才能打开铁笼。请注意，每隔一分钟林更新将遭受惩罚。这个笼子是很大很重，两个女孩能不能抬起来都是一回事儿。只有她能够挡上面那个钥匙。对，但这个距离还是很长的。怎么，我们要把你抬起来才行。哎，这样这样，我们分配一下，男生一个，女生一个。飞儿过去吧，飞儿过去吧。我们先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抬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们这样一边一边的抬，他们这边抬你就过来一点，然后我们这边抬你就过去，这样重量就会轻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我懂，我觉得我们一起吃出力比较好。我懂你的。我不太赞成从一边抬，因为如果抬太高的话，这边会卡住，太不平均的力量，我们会更累这样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还再一次。